我想要请你去调查白汉良还有姓名的行踪。是安怎要安尼做嘞？因为我怀疑两个人哦，有暧昧。那安尼，这少奶奶甲白汉良自细汉就做伙大汉，连万当也拢讲因两个人的感情就亲像兄妹啊同款。哎，多谢哟。这讲是你受受罪啊，而且少奶奶这么爱你的，哎，这大家拢看在眼内啊。我嘛希望是我家己受受罪啦。啊，问题就是，啊，市民对我的爱，我自头到尾拢无接受过，这是大家拢知影的代志。就算讲伊即摆去爱着别人，嘛未经意我敢毋是？白汉良这个人哦，伊用心机真重，而且阮两家的利害关系阁是白做伙。假使这白汉良甲新民因两个真正有安怎，你拢袂怀疑因私底下是毋是有计划啥？若是照大少的安尼讲起来，对咱母家，毋就是一个真大的威胁。所以这件代志一定要查清楚才行。你还未查出真相之前，我希望你会当替我保守秘密。这一定爱，而且这个代志我会亲身来处理。那你麻烦你了。我家己家嘛应该要有一挂动作，安尼才会当引蛇出洞。那是照我的计划行，林英蝶知影我稍后围剿了，那消息自然就会传开。对啦，我发现哦，你甲白汉良最近常常爱起冲突嘞。啊，有痛着无？无啦，拄则无说你溜手啦。哦，是咪白汉良故说有恁外公听伊，伊就欺负你啊？你老实甲爸讲，爸替你主持公道。无啦，伊哪会敢欺负我？伊就想要家暴啊！只要是我的代志吼，伊拢想要插一脚，我就感觉足烦的啊！所以吼，对伊讲话就较无客气啊。哦，这点我感觉足奇怪啊！恁外公只是叫伊甲你顾咧，不让你出去，伊敢有必要对你这么严格？而且哦，甲你管教哦，比我这个爸爸做了搁较侪呢，甚至搁害我叫恁阿妈骂。恁阿妈就讲哦，啊白特助照顾伊，照顾遐尼好，啊唔知影的人，我廖祖公伊才是亲爸爸。你咋着啊？不要紧无？啊？阿妈是咧乌白讲啥啦？什么叫做伊亲像我的爸爸？我无遮尔衰，甲迄种人有关系无？好啊啦，爸，咱莫阁讲着伊啊啦，阁讲着伊吼，我就感觉足气怒的。爸嘛是惊你受着委屈啦，为日吼有爸伫个，谁若敢欺负你，你就甲我讲，我一定保护你，替你出头。就算讲对方有恁外公做靠山，我嘛袂这么简单放你耍。多谢爸，我就知影你上爱我。爱定着，绝对袂当让爸知影真相。我若是失去母这个姓，全世界的人拢袂放我耍。莹莹到底是安坎啥？伊若真正遐尼讨厌白汉良，伊想怎唔敢开嘴，爱我替伊做主。敢讲有啥物秘密伫白汉良的手头？性命是安怎悠哉？白汉良安尼对待莹莹啊？你等者有闲无？爸想要带你去一个所在。当然有闲啊！只要甲爸做伙啊，去倒位拢好。无，咱即马出发。
爸，咱是要去倒啊？你是要给我惊喜哦？爸要带你去跟林小姐会师嘞。林子彤小姐，啊，无你想要什么条件，在你开嘛？为着吼，有阮爸做保，你唔免烦恼，讲我讲话无算话啦。那安尼，我叫你去死，你敢做会到？无你即马是咧讲生笑是？所以你害死我的囡仔，嘛是咧讲生笑？迄件代志真正是一个意外啦！我本来是想讲叫 Ryan 去甲你吓惊一下，我嘛想袂到代志变到这么严重嘛。顾先生，其实我会当感受到你的心。啊，不过你这么想要替吴英做公亲，这个恶毒的少年凶手根本就无人性。你敢有法度保证伊以后袂再来伤害我？好唔对啦，龙子彤就已经答应要甲迄甘蔗男让你啊，你阁无爱放伊线呢？连伊最后这段感情你嘛要抢伊？可怜的宝宝啊，你的魂魄一定搁咧子彤妈妈的脚边咧洗吧？你一定就唔甘愿的吧？不要紧。只要你母亲就是伊害你的，你离遐去找伊佚佗，就是伊，就是伊外表水水来地胎个鬼。好啊啦，卖伫只假鬼假怪。你是卖当作因林种代志无啥无啥，安尼你就错啊！迄因那人哦是上黏人的，而且伊根本唔知啥物是危险。伊哦，反正会带你去耍飞高高，啊无就甲你带去涂骹内底耍。我猫猫，一命换一命啦！林子彤，我真正袂阁害你啊啦！拜托你原谅我。好啊，只要我的宝宝原谅你，我就原谅你。这是子彤哪会怪怪啊？应该真生气才对啊！哪能煞变个阴天阴天？看起来，伊这个受的打击哦，真正足大个。我请问一下，我是要安怎让你的宝宝原谅我啦？我听人讲哦，你只要心心实意，磕头一百空八届，中国哪剩个几嘴皮？安尼哦，凡事就得着答案嘛。一百空八届。若是真正说完，安尼我就死啊嘛！你是爱我直接去恁爸爸面头前甲伊回实的哦？安尼唔才有够心意。上好安尼是有效啦，恁哦卖直接煽风点火啦。你是安怎啦？伊刚才伫遐拍下手啊！伊根本就是想要伤害我，隔壁我会惊伊。我嘛想要搁看到伊，安怎把我规个心脏一直在乒乓菜呢？傅先生，我拜托你，你紧甲伊抓走好无？伊根本就不是来回事的，伊是想要来刺激我，要甲我变起笑的。林子豪，你是刁干性？林毅，你是在创啥？你不是答应我要过来甲人好好赔罪，今嘛人拢还袂原谅你呢？你竟然搁教人大细声，无礼貌！你根本就无在惊，伊在笑呢。又搁来啊！你又搁在咧骂我啊！搞鬼哦！阿哥安尼哈，安尼一百空八届哈。我讲你是袂晓啦，还是我来示范者？你想要创啥啦？我改来啊！啊嘛，紧卖遐咕咕哔哔好无啦？林子彤，我对不起你家你的宝宝。看到？啊唔继续，较大力啦！我对不起你家里的囡仔。
子彤，我对不起你家里的囡仔。林子彤，我对不起你家里的囡仔。林小姐，是你啦，是我不甲伊教好，再造成你这么大的伤害，我这做爸爸嘛责任啦。希望你当原谅我查某囝，嘛当给我一个弥补你的机会。没事。哎呀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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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莫安尼啦，你真正有了然呢，大人大正啊，做一个歹性质的代志。顾家己爸爸出来共点头现实的，你真正有报应哩！你真正是足幸福的呢，有一个这么替你设想的爸爸，看到伊这么替你操烦，连我拢唔甘啊！我只好暂时原谅你啊。暂时，暂时是什么意思啦？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吴盈盈，我爱你死到足歹看。林子彤。你先坐，你先坐，我就先坐了。安诺，我巴肚足痛，起袂，都是因为我的囡仔感觉我想过简单的帮伊刷，所以我的巴肚才会痒痒疼起来。哎，失礼了，真失礼了。啊，唔紧啊，林小姐，水多谢，感谢伊的大恩大德，紧来。林小姐。多谢你。林子彤，我替你化妆了，你今麦吼比本来佫较水呢。你才拄红肾脆皮尔，马上死性唔改，好好人唔做，去做甚物偷蛋咯？什么偷蛋龙啊？你是起笑？那个不是，那不是你偷来的，这是水球啦。你真正是笑到有寸的，笑到有寸了，是你，把我的囡仔都害无去啊，搁去偷别人的呢？你哦，专门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但拢唔惊有报应啊？林子彤，你真正是哦，从七个到变到无啥正常呢。我是听无你在讲什么笑话啦，啊！不过你讲什么报应？你是会晓算命是？你若是袂晓吼，我会当替你算啦。我看吼，你应该是坐北朝南吼。什么坐北朝南？就是坐北朝南，你才会生这种吼靠北难看的命啦。你这么高算，那安尼你敢知影你今仔日有结束？我是有啥物结束？我敢那知影你今仔日应该是泛水节。你今仔日哦，犯空亡，平安你的命得互收去。你恐怕这么多呢，这个英灵哦，一定会去找你讨命的。我拢还袂打着你的头，你就先来咬我，我一定要让你好看。